2019年，32个时尚巨头共同签署时尚协议，承诺要在2050年做到零排放，终止全球暖化。想帮逐渐老化的环境冻龄，台湾设计师们也不遗余力。对于我而言，有趣时尚是我们设计师能解决一个关于有趣的问题。我们将一些保特瓶回收，尼龙渔网也做回收，用运用的牡蛎壳再生，把它结合在同一块布上，可以把环保跟时尚有趣这一块结合在一起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很严肃的议题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有趣它其实可以很多元很有趣。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带来一个独一无二 one of kind 的永续故事。